my god. Yeah, 我现在正在北京，然后对中央美术学院，然后你看这个花气，现在是-6°。天哪！我现在特别特别怀这些新西兰。你看我现在穿的衣服，我把自己的包像粽子一样。就去年是我们学校100周年校庆，所以就是这个展牌还要立在这儿。冬天是一个没有颜色的季节。就我们学校人特别少的，因为他就是全国每年都只招那么一点人。然后一个学院，在我们学院一个年级才30多个人，不会超过40个，就是人特别少，所以就两个时间你能看到很多人，一个就是毕业典礼，一个就是开学典礼。然后现在这个时刻就吃饭饭点，应该是平时人最多的时候了。学校的一个展板，然后就是有很多活动呀、讲座呀、表演啊，然后就会张贴在这里，是我们的一个信息集合点吧。我现在鼻涕都已经出来了，太冷了。这是我们学校最大的食堂，1层，然后就是那种就基本伙食，还有那种沙拉。这是红烧肉吧？对，红烧肉。没这个。No woman not cry. No woman not cry. 我卡里没钱了，然后不能刷支付宝，我现在看他能不能找到这些同班同学借个卡，但好像没有。就搭讪了，是我在学校碰到的第一个非室友的朋友，造型学院的小姐姐，美丽，单身不？可以借一下你的卡吗？哦，我给你转微信哈。成功。No woman not cry. No woman not cry. Cause I remember when we used to.发现北京风丝毫不亚于惠灵顿风。今天除了去食堂吃东西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去见一下老同学们。这里面有，这里面有第二点，我哪会参加 ？OK。这个是啥？哦，哇，我们有跳围巾，谢谢。你们在这看？这个里面没有。来，新年快乐了！哇，谢谢。这也太好了吧！这是用口红来签名，随便选一个吧，选骚气的颜色。我突发奇想。是不是经常做志愿者啊？不是，这临时就来帮忙的。临时，这是属于哪个部门的？这是外联部跟那个文艺部。我发现你们最近在变得好忙呀。超好忙，我们前两天刚刚结束一个那个艺术晚宴，那个是三个部门联合搞的一个。我们那天都要忙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哪个？你现在是哪个工作室啊？我没有想选的工作室，但是我有不选的工作室，就是。Thank you.
现了我们央美的安保大哥们。前面这哥们儿太高了，远道而来的看不见。是来自一名同性别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参与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。几代师生，新年快乐！上联是难忘2019，与祖国同在。然后发现其实这一年不仅仅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们他们自己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所在，只是大家的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，所以我感觉非常的欣慰和开心。感觉就是一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但是如果你能把握很好的话，这一年能够改变很多事情。现在已经被北京的冬天给冻得像溃壁求饶了。